来，伊娜的歌单太棒了，是牧歌，牧歌是一个非常民族风的歌曲，而且非常适合我们在此歌演唱。我拿到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还挺高兴的，但是同时我心里面也没底，而且在我听到小胖老师说我这次对阵的是阿吉泰的时候，就怎么又是他们？这一轮你们的决定是小敏，恭喜小敏。上一场我们输给王小敏，因为我们没有拿出来我们真正的实力，但是这一场我又遇到王小敏，我们不可能再次输给他的。这一期的主题呢是民歌时尚秀，我觉得这个应该难不倒我吧，但是我真的很难想象阿吉泰怎么时尚的起来。除了我副歌萨奇拉，我们阿吉泰的其他三位绝对是帅哥美女，时尚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阿吉泰还是那句话，人多有什么了不起，赶紧放马过来。作为一个男人特别不忍心女孩哭，如果这次小明妹妹你要输了都千万不要哭。小胖队我攻，小胖队我守。这熊猫啊有点意思啊。很不准啊，他们的和声，而且有这个问题。